份30块钱啊，真的。哎，可以坐吗？哎，坐。公开放是吗？20。还有这个来点，够够够，我自己吃吃不了太多。这个宽粉我要，这个豆皮，还有土豆，泡面我要泡面，啊，青菜一般吃什么比较多？这个挺好，啊，行，油麦菜，行，这菠菜好，好，这个行，这行，这个山药，好，山药是吗？山药青的，好，鸭肠，给我来点这个鸭肠吧，我要那个吧，那个是，这个是，那个是啥？猪肉是吧？对，我要这个鸭肠。牛肉，过来的这个肚吧。要不然吃不完。行，好了啊。啊。要一份儿。你问你在这里什么辣？特辣的。特辣。啊，这一份30块钱。正好有勺子嘛。这勺子行吗？啊，可以可以。你让我摆弄一下，我不行。欢迎欢迎，上一位，我这里有位，我把台上了。这是什么？我还有两个。那不行，我俩。两个。老规矩，最后捧我。我这不好意思在地上吃，我就吃人家，过了半截再过来。黑炭卤儿还有馒头，对的。哎，你不是有冰吗？也可以给它放两个冰在里面。天哪，太热了吧！我今天好像休息的不是时候，我应该找一个稍微天气凉快一点再休息。